你的歌来了。我的歌了。嗯听好了哈。男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喝咖啡又吃甜食啊，害你肾上腺肿大呢？小钟哥说这是狗食，这是甜的。甜的。你换胃食道逆流，肾上腺就肿大了。不是，我从这边吃下去，我的肾上腺肿大。那你刚刚摸这里，你是不是腹部酸痛啊？你要不要贴药布？我你身体啊，喝你。代言人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这个时候有你真好。不是。我是到胃食道逆流，好不好？这么简单的台词也背不好，你累了吗？我真的累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。怎么了？我脚踩在你的脚上这么久，你怎么都没有感觉？阿哥，昨天我生你了，叫他怎样也没有感觉。干什么？对你没有感觉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我要是对你有感觉，我就要去药房买药吃了。多管点靠手啊！好了，广告看太多了吧？你也再没有感觉，我楼下有台125的，我等一下骑上。哎呀，我们先来录影。好，你等我。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智多星》，一起动脑筋。刚出现那些台词啊，想必观众朋友们都不会陌生，对，常常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。而且广告收益其实就是电视台很重要的收入来源。是，像今年2024不是有巴黎奥运吗？啊、对，美国已经提前预估哦，今年2024巴黎奥运的广告收益预估有12亿美元。台币大概389亿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历史新高啊！对，我们今天就来欢迎两边的广告巨星们。首先，广告巨星队欢迎小钟哥。哇，过来特效哦！对，本人来到现场，对对。还有子婷，以及陆许。时装胸口族，好难受。大家好，我是陆许。那个帅哥哎，对，当然对面了，厂商宠儿队洪昌明帅哥，中天护理弟来了。啊，对，有这个嘿，主播，徐涛你好，你好，快到欢乐颂，那个外送小哥啦，有，他的笑容啊，他们真的没有乱发人真的，他过来嘞，每一个都是电视广告的宠儿，都不是山寨，没有，是有一个人拿着那种照片就说自己是孔刘，没有，没有，今天不是聊这个，今天不是聊这个，小钟哥的，其实你每次的广告都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。像那个刚当宝也混，为什么有个什么艺人小钟？对，因为当时的厂商找我去拍的时候，他对我的知名度没有信心，摸出来没有人认识我，所以他特别写了一个艺人小钟代言。结果宪哥看了之后觉得就很心酸，他说你当一个广告还要打你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人家多不看好你。是，就是后来呢，这个真的就有艺人小钟，真的耶。后来宪哥讲了之后，他才把艺人小钟撤掉，那后来连整个广告都撤掉。也够了。可是你最近还有那个生发帽的，生发帽超大哦，那生发帽那个在那个世贸中心，那对，那不得了，听说他现在那生发帽这样叠起来，他已经卖到已经超过101了，卖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后来我又代言另外一个手游游戏叫阿斯达，我那个是长头发的，对，人家就网友说哇，你的生发帽好有效，一戴上去像变长头发。而且不止长出来，还长好长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艺人一个广告，我觉得很重要，让人家能够深植人心，大家看了想到你就会去买这个东西。是，而且最主要就是多管点干笑啊，更深植人心，要有个 slogan。对 ，slogan， 像这个那个美凤姐的啊，你吃的鱼油有几趴？对，连我儿子都会，大家坐计程车都记下去。对，这个很重要啦。所以像那每 slogan 嘛，每看到子婷，你怎么没有感觉？哦，你怎么没这好印象深刻？她就是那个孙女，真的，原来孙女本人哎，对。对，我是孙女，我阿妈还好，而且我有一个迷思要破除大家的迷思，就是我的阿妈有感觉咯，我的阿妈有感觉了，我是长大版的，小时候的不是我啦，小时候压到脚那个不是我，那你是拿什么去压？我是
小小的玩具车轻轻撞一下，阿妈就有感觉了。哦，新版的听说好像来的翻车去撞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谋财害命啊！很棒。那其实你的商品，他给是比较长辈嘛？对啊，那其实在路上会不会比反而大人比较常认出你？对，比较容易，因为像我可能拍的时候是高中，同学不太有机会一直看电视，对，所以可能都会是长辈，就是家长，哎，你同学，哎，是不是有拍这个广告这样？那我们隔壁帅哥啦，哇，这一个，哇，你好，就是那个吉斯维尼，应该大家最近这几年有啦，这印象很深刻。就处理的时候，就还有那个，就是食道顺过灼热，胃食道逆流，对啊，应该走在路上很多人认出来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有一次就是搭那个计程车的时候，那天也是刚收工，然后就一上计程车，那个司机就直接看那个后照镜，然后发现。哎，奇怪，你不是那个胃食道逆流的吗？他直接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还好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啦，那是演的，那个我没有真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就说我很好奇，司机怎么会知道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因为他有那个朋友在那个群组里面打球的群组跟有讲到我这样子，可他本人并没有看过我，所以广告做坏事，真的有标签了。有时候在球场也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来问这个最厉害的聪明哥，听说十年。”生田厚里里，生田厚里里，十年，同时这十年里面，一个是他，另外一个是那么厉害哦，这两个都十年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出外景到了中南部，不得了，每一个人看到我不叫我名字，就叫哎，生田厚里里，哎，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哎，我是有名字，但都叫这个绰号，还问你说哎，有没有带来我们这个腰酸背痛也来贴一下？哎，你说到这个，然后有时候有一天我这边不晓得在干嘛，我在聊天，他说哦，今天腰酸有点累，他说哎，你腰会酸哦，啊，不是生田厚里里，也酸哦，对，这就好像艺人站在那边尿，他说哎，艺人也会尿尿，那感觉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人啊，对，也是人啊，对啊，对，那。丽媛呢？丽媛，人家不看到你就问你累了吗？对，或者是跟我说，哎，那个彩虹铃，彩虹铃，彩虹铃，划船呢？划船，上床还是上船？对，上床，上床还是上船？哇，就是那个知名主播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气象主播，他还会讲阿拉伯语耶。这么厉害，厉害 ！Salam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。哦，是丽娜丽了，阿拉伯语系吗？对。我们之前圈内有一个阿拉伯语系的口语文，语文界，对他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对啊，那接下来这位徐涛也是阳光般的灿烂少年，帅哦，外送小哥很有说服力。每次因为那个广告，我那麦当劳还的时候，我都自己去拿，就打开。就是遇到，结果他那个广告只会写说，里面的食品跟电视画面有所不同，他应该要附注外送员跟电视画面也会不一样。对，每次打开又放着。没有啦，就是在躲你。哎，很多人应该问说，哎，你吃麦当劳有没有打折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拍第一支，然后那时候常常同学就会问那些，可能他们会觉得很新奇的话题，这样，但我都是亲自支持啊。真的小帅哥来的，有没有？哈哦，那今天获胜的队伍呢，当然会有10万元高级家电组合。哎，那一起进入我们的资格赛，脑力对决，变变变。说到长度，输人不输阵，队友力排众议，挺到底。第一个，他是一名演员，是是是。第二个提示，下面很长。哎呦，小壮哥，谁呀？小壮哥，小壮哥，这不是胜负的问题吧？这是面子的问题吧？小壮哥。高值的节目是男的吗？是男的，男的，所以是男的，有可能就有三条腿。哇，三条腿！刚刚还请小钟哥口下留情，你还来这个？单元百变名侦探，等一下会有两个提示啦，让各位猜一下到底是什么人事物。准备好了哈，好，准备好了哈，好，好，来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好，它是一个物品，但是它很会吸。需要用电吗？不用，不用插电。不用插电，不用插电，不用电，会碰到水吗？可以，我一直，我可以一直问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一定会碰到水，它才很会吸。有吸，比如说吸尘器就不用碰到水。哦，没有，但它那要插电，要插电，没有，不插电。我刚回应他的问题，不插电，家里用的吗？
家里用的。你爱在哪里用都可以啊。对啊，你也可以带出去。堵塞的时候要用吗？堵塞应该不是用这个，堵塞要看医生了吧？堵塞，他需要有手的帮忙吗？要啊！爸爸啊，妈妈喜欢吗？妈妈喜欢，喜欢。爸爸，妈妈喜欢。爸爸呢？爸爸可能有时候看他心情，后面一点才会用，后面才会用，对，后面一点，后面。男女生都可以用，男女生都可以用，很会吸，不用插电。其实他很会吸，他吸的是液体。液体，对啊，吸的是液体呀。大部分是不是用在小孩身上居多？都是液体啊。对对，好，来来来来，你说，吸鼻气，哦，吸鼻气，就是有一个大象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大象啊，知道？等一下，他先答吸鼻气，一定错了，恭喜。答错，好，来钟哥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小孩用居多，简单的，我原本是想是卫生棉，哎，但是小孩用，小孩不会用卫生棉，而且男人不用，对，而且小孩用的就一定是尿布。哦，这次很会吸，不用电嘛，啊，可以碰到水，到处可以用，手要帮忙，要帮忙包啊，男生女生都要，男宝宝、女宝宝都可以嘛，吸液体嘛，就是屎啊、尿嘛，对不对？小孩用居多，好像对，尿布，恭喜答对。大人可不可以用？有啊，也有包大人的，成人的，成人的，对啊，像其实这不是最小的，就是年纪最大的用。是。那我们年轻人可能有时候，哎，去跨年的时候去纽约时代广场跨年，哦，很多年轻人就包尿布进去。对，很多人看跨年，因为你出不来，你进去真的出不来，真的，就只能包尿布。我连在那个维多利亚港旁边看烟火都出不来了。哦，对啊，哦，那要包，肯定要包，要包。嗯，好，恭喜了吗？恭喜广告巨星队一分。谢谢，来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其实我们是那个500年前是一家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它是孔孔令源，孔刘。500年前是一家，孔刘是79代，所以你其实应该要尊孔子的后代，因为我76代，你是76代，你是一伯吧？还是孔子？阿宙。乖，就是不好意思，还是没办法泄题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是的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好，先跟大家讲哦，第一个他是一名演员，是。第二个题是下面很长。哎呦，直接猜了，演员的下面很长，直接猜。小钟，等一下，小钟哥，小钟，这不是。胜负的问题吧，这是面子的问题吧，小猪。这边有小朋友，优质的节目，18了吗？有18了，来，还要打他，雷神，雷神索尔，雷神索尔那个演员就是，那他为什么下面很长？下面很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之前你看过是吧？你是有一个喜剧片吗？对，有个喜剧片，然后他就走出来，然后只有内裤，对，然后他那个，对，那个是有在喜剧里面出现过的一个，雷神索尔那一位演员嘛，对不对？恭喜。答错，啊哟！他很长，是腿很长吗？对啦，应该当然算腿长，对对对，那个新闻报道里面有用这样来称呼过他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有腿很长。你要说，哎，你要问是男的吗？是男的吗？是男的，男的，所以是男的，有可能就有3条腿。三条腿，刚刚还请小钟哥口下留情，你还来这个？是，西方的演员吗？西方，你说还活着？西方来的，亚洲演员，名字是3个字吗？不是，名字不是3个字，对，你要打吗？哦，我要打，请说，孔刘啊，漂亮。孔刘为什么下面很长？脚很长，脚很长。脚很长。不是小钟哥嘛？脚很长是男生嘛？亚洲不是3个字，那可能2个字，哎，有可能4个字啊，日本的啊，4个字、5个字啊，应该日本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的答案是孔刘，恭喜答对。阿哥答错了，今天第
识过哎、欸。孔刘的本名叫孔地哲，对，然后他叫孔刘是因为他爸爸姓孔，他妈妈姓刘，就他们的姓氏把他兜起来。但孔刘真的他祖上是山东曲阜孔氏，所以他真的是孔子的后代，跟你们就是一样的。对，走过。好，那我们恭喜广告巨星队两分。加分耶，两分的他们的，你们有想要来参加？我比较想来理解，对不对？哦，好不好？还有一题啊，还有一题啊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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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外送小哥加油，起码不要输得太难看了。来来来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这是一项职业，是这个职业最大的宗旨。就是来者不拒。哎呦，来者不拒啊！这个都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想入非非，哎呦，无法say no 啊！对，谁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？来来，请发问，是男生还是女生做的？男生，男生吗？男生吗？男生吗？都有哎，不限，其实你只要有心，可以让人家来者不拒，你就可以来做。其实都有哎，嗯，晚上工作吗？白天也可以啊，窗帘拉起来，白天也可以，都可以的。哦，就是客户需要，没有窗帘了，客户需要，哦，不管时间。你怎么会知道窗帘？找荷兰才有，没有，我们都是正当的、正经的职业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全天要脱衣服吗？要。看自己，那是看个人啦、啊。哎呦，那个没有，我们没有规定。没有办法，怎么觉得我们问的都太开放了？公司没有规定。哎呦，他问会痛吗？你说哪一个人？那个女的会痛吗？不是，应该说是因为习惯，还是有可能是按摩什么的会痛吗？对啊，要抹油呗啊，你干弄会很不舒服，会痛。应该是说哦，被他服务到的人会很满足。啊，有很满足，那可以先猜啊，先猜，大家也无所谓啦。可以猜，猜错也没关系。快，好，我们先举牌了。来，好，回答，拿他的答案，快一点。按摩师，恭喜，答错。哎呀，我们再打一次，他也可以去医院吧？对，快。对他也可以去，来来，我先给你们一个提示哦，这一个职业的人他很会骑，本身要很会骑，骑但我不知道要骑什么，很会骑，什么？外送员，对呀，很会骑摩托车啊，哦，来者不拒嘛，人家单子一下他就要来了嘛，男生女生都有做，全天候上班嘛，不会痛。服务会满足，因为那个客人拿到你的食物，他很满足，很满足，他不用在医院嘛，他很会骑嘛，外送员嘛，恭喜答对嘛。耶！我没有吃完，不好意思，慢，稍微慢了一步，对，每次都是稍微慢了一步，对，所以造成3-0的一个状态。好，很难看，但你不要说出来，做三分，好，这样就好。恭喜获得3分。好，一起进入百变大调查。哇，因为呢，我们 Match 台又在播港剧啦，真的，整台在封港剧。没错，而且今天的主题刚好都是一些广告巨星嘛，是会知道的，一定是很常爱看电视，电视儿童。对，那大家呢，一定对于心中也有那种经典的港剧排行榜。嗯哼，对。所以今天的百变大调查问的就是网友心中经典港剧排行榜。哦，钟哥你 OK 吗？我们从小看到大，从小看太多，一定我们小时候甚至，啊，我讲一个好了，哎。可能会切，会不会有答案？我讲到那个是，你可以先答，你可以先答。那个港剧在当时在中视播的时候，那个收视率是80几啊，80这么高，现在只要1就不得了，那是80，几乎一播出那个港剧的时候，几乎郑少秋主演的，然后几乎是空万人空巷，对，大家都在家里看这个，而且那时候还有录影带店，对对，他可能因为他可能直播前面的，对对不对啊？我们还为了先睹为快，还去录影带店想说租后面的这样，对，那个而且那个里面那个演胡铁花的，吴孟达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那个印象多深刻呢，就是楚留香啊，这个谁不知道啊？太红了，这个没有的话，就是真的是不行了。这一定榜上有名，一定有啦。那你要使用 double 卡吗？楚留香就是把它先不要，50分变100，
这么大的不要，楚留香真的很夯啊！听说万人空巷，这样想我们就不要用。西方取经是取什么经？唯独小梁经典最奇特。这个是说了，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。嗯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施主。请你跟我到西方取经吧。哦，乐谱团，西游记，西游记，西游记，到西方啊？那个久了也会到西方极乐，那个也会取经，那个也有，也有在取经，是不是？取经啊！小留香，就是把它先不要，50分变100。这么大的不要，楚留香真的很夯啊！听说万人空巷，这样想我们就不要用。楚留香，他没有用 double 卡哦。哦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一名！50变100，你不要？对啊，哇，你可惜哦。武侠，我们每次拍港剧、看港剧，就是看武侠片最有名嘛。金庸，嘿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古龙的，就是楚留香嘛。对。然后以前还有梁羽生的《白发魔女》。哦，也有。那金庸那系列就不用讲了，《天龙八部》《射雕英雄传》啊，哇，东邪西毒，梁朝伟啊，刘德华都演过，都演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看过哎。有，那个杨过，你不知道杨过？我知道这个人，但是没有看过谁演，就是他没有手就断臂，断臂啊！哎呀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鸽子啊，他脸都咕咕咕咕。没有这一段，小小玉啊，咕咕咕咕。现在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对，经典的港剧啊，恭喜50分，来来50分，很好猜的嘛，这个太好猜了，没有大波吧？哎呀，他这个傻的，那么叫他用他不用，你看，对啊，活该日的，太多了。想帮他，他也不敢。哎哎，有没有什么答案？你最有资格了。对呀，港剧，很多经典的太多了啦。我看僵尸有，你有看过吗？而且你回想一下，我刚刚讲的这些天王巨星，他们的可能第一部，对呀，那个就是经典啦。前面的。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自己想，梁朝伟的第一部，刘德华的第一部，那都是经典啊。我现在心中还浮现了哦。有我的偶像，谁？周慧敏。周慧敏是哪一部？大时代。哦，那选哪一个？哇，这个很夯。刘，听说那个刘青云，听说那个这部在上的时候，那个股价都会下跌。哦，那个不得了，那个好看到不得了。所以现在答案，选哪一个？因为这个一讲大家都知道，我觉得先以大家都知道的来。真的吗？所以那你要用 double 卡吗？用吧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，这我大时代很有名的。刚强哥说会那个股价下跌，这很夸张哎，这很夸张，对啊，很夸张，好像有拼哎。先，我觉得小钟哥鼓励我们用，我们就不要用，不要用，跟学一样，就是不听你们的话，看结果就是第一个。对啊，经典的话应该我们大时代，大时代，大时代，他没有用 double 卡。对，请问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六名，大时代才第六名啊！邱刘是超红哎，还有蓝洁瑛，对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在讲1990的时候股票跟金融市场，对对，但是主要也是讲他们两家的，他那个就大起大落啦，对，大起大落上面，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炒股啦，恭喜，来恭喜20分，20分有什么好恭喜的？起码有分，有恭喜他们有拉，至少比刚刚还是分的，太细了，卡还在，卡还在，你们想有答案吗？好像我还在想，好像有一个之前有看过广告。是什么？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哦，我跟僵尸有个约会，那红到都爆炸。雅士就是靠这一部啊，整个起家，拍了好几个系列，尤其那一阵子僵尸很红啊，还有一个宇宙哎，对啊，他万绮雯嘛，那个女主角，对，每次看的那一部会念那个临兵斗者接力正在前，看到没有？女主角在这是看到没有？她跟女主角真的长得很像，因为女主角是僵尸啊，没有。杨公儒他后来变僵尸，对，万绮雯他是道长，我觉得可以用 double 了，对对，所以你们的 double double， 我跟僵尸有约会，我跟僵尸有个约会，他用 double 卡，好，请问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是啊，83名，我可能没想到这个，80分，影片
照啊，我们讲了两个，一个被剪张文慈传奇，他杨公如这些，因为他有灵异、惊吓、科幻、穿越、浪漫、超能力、动作，对，很厉害。好，恭喜80分加上去130分。130分比20分，那我在这里宣布录影结束。差不多了嘛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你最好坐在这边，给个机会，最好是第二名 double， 这样你可能还可以。还有个名，我觉得有感觉。对我有感觉，因为就是经典的港剧呢，其实我们要知道是蛮不容易的。如果我们都知道，代表一定非常的经典。对，现在就是那个后宫的。什么《后宫甄嬛传》啊，《如懿传》都超红的，但是有一个始祖我是知道的，对，《金枝欲孽》哇，佘诗曼，经典，外面都是哦，这个经典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刚喊《大时代》，他们都哦，我还想说我这个人一定中，结果才20分，不行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分数我们要拼一下了吧？我拼一下，可以的，你有听过这个经典？我们都听过，后面要用了吗？要，宫斗剧始祖，宫斗剧绝对是欲孽。他有用 double 卡哦， double 等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二名，哇，是40分 double 80分，他真的是宫斗剧的始祖，像甄嬛啊、芈月、延禧攻略啊，他都走在他们前面，对，真的，恭喜100分了，100分，我们回到这个游戏里面了，对，不要看他们是傻子，他们也跪上来了，哎，好，金枝欲孽，真的是妖孽，应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觉得一定有的，上海滩，周润发跟万梓良，这是最经典的。龙楼太经典，这太上海滩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四名 ，Yes。周润发、赵雅芝，还有赵雅芝耶，你看看，150分，恭喜！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我刚刚是在想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 O 不 OK， 因为这个是说了，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。什么？我刚刚在想，施主。请你跟我到西方取经吧。哦，玉蒲团，西游记，西游记，西游记，到西方啊？那个久了也会到西方极乐，那个也那个会取经，那个也有，也有在取经，是不是？取经啊，对不对？第四节目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小时候有看过，有看过谁演的版本？多个版本啊，张卫健，我也是张卫健，对呀，我也是年轻人，对，我也是张卫健，陈浩民，对啊，因为那个实在太夯了，太经典，一系列一直这样不同的换那个角色，对呀，而且老少咸宜，老少咸宜，又有教育意义，对，教育意义啊，对，《西游记》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八名，《西游记》。恭喜130分啊！130分，你们这个如果没答出来的话，可能就是他赢了哦。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是《溏心风暴》，《溏心风暴》，《溏心风暴》哇！对，我吃过溏心蛋。有那个身份，我也每天吃。只是在卖那个《溏心风暴》，它也是在它有一点像《大时代》那样，只是它变成。它不是炒股，它是买卖的商号。不会，好像也有印象。对对。目前没有答案，我们就《溏心风暴》看看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个。什么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我终于可以讲话了。就是。对。我终于想到了。对。那你有没有想到阿嬷的脚还在痛？阿嬷，对不起。就是好像有一部，就是刚刚讲到穿越，好像有一部也是穿越到战国时代，好像叫寻秦记啦，古天乐嘛，啊对，古天乐那时候爆红的一部，对，刚你因为你们讲了两个，你们刚讲了，你们到底要你要溏心还是要寻秦？把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看看，剪刀石头布，啊那就溏心风暴，那溏心风暴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哎没有，哎呀，哎来了。真的没有了哦，瓦力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要到对面哦，我们只要有中的话就有机会，有就有机会，你就直接，你有新扎师兄，
我刚刚是不是讲了？你看《想见天王》的第一部，新扎师兄梁朝伟第一部爆红的，就是新扎师兄嘛，真红，巨星，对不对？巨星，梁朝伟第一部，很稚嫩，新扎师兄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七名，三十分呢，三十分，睡，好，可不可以大声公布一下现在的分数是多少？100，你们多少？你们的厂商宠儿队160分，我们160啊，哇，还有巨星队150分，哎呦，我们倒赢了。逆转胜了哦，差十分了。我们现在如果过去，关键小庄哥你们这边再没有的话，就拜拜，就拜拜，脑袋一片空白。记得好像还有一部叫做什么《使行图》，《使徒行者》这样啊，这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电影版加入了那个张家辉，对，更好看，对。《使徒行者》对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没有，接下来这个难猜，没有啊，钟哥，那我们真的要向你说拜拜咯，钟哥，难猜，还是我们就偷刚刚他们说的，对啊，他们刚二选一，剪刀石头布嘛，因为我觉得穿越时空这个东西真的很夯，始祖就他了，就偷他了嘛，就偷了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刚刚讲什么？寻秦记，他连剧名都念过，万一他赢了，对面会有多？傻眼，对啊，好的，《寻秦记》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五名，《寻秦记》。哎呦，我们高分了，输了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回合呢，广告巨星队150分，是我们下一回合的 B 组。那厂商宠儿队180分，是待会百变终局之战的 A 组。一起进入百变终局。火力加一，队友加满油，绝佳默契宛如父女情。广东话当中的喉塞雷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好厉害，正确。人体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是哪一个？关节，正确。通常称自己为铲屎官，代表养了哪一种动物？猫，正确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啊，可以当我们那火力加一的示范赛，因为你们两个配得很好，很棒，时间真的很不错，而且你们的画面就是不一样，很棒，很棒。后来居上逆转胜，追上了，连我们10万元家电就差这一关了，加油！嗨，到底10万元家电有什么奖品呢？今天获胜可以得到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，哎，还有钢板变频3层冰箱，以及50寸4K 液晶显示器，总价值超过10万元，通通送给你们。而且圈内有很多不孝之徒也都带回家喽。对，真的，对。今天刚好遇到昌明哥，我们这个关主哇头大了。怎么了？你们的关主每一个都头大。我们这一组刚好算是。比较送礼组的呀，真的吗？送礼自用两箱也是一组。首先呢，男生这位呢是国际大律师游杰彦律师，大家好。大学的法学硕士，是的。接下来旁边这位美女是方慈生营养师，大家好。通过国家高考的，我们知道他成绩是国家录取率7%，7%，100个人只有7个人，对，也台大的硕士哦，对，哎，你 OK 啦，我们益智节目看你上那么久，你这个口碑，他们的头衔一讲出来，我们就有点怯场了。当然了，因为你们资质都不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制作单位呢有准备了一些技能牌，要让你们使用。待会关键的15题。之后会暂停，暂停之后你可以看描述，决定说你这10秒要加减在哪一边身上。然后火力加一，是，因为看你今天队友也蛮活泼的啊，哦，那你可以挑选一位队友上来跟你们上去就2打2。哦，可以2打2，好漂亮，等于多一个脑袋帮你思考，给你意见，那很好。但是我们回答的时候只会以一个人的声音为主，了解 ？OK， 好，好，另外一个就耳边风。对啊，那关主连打呢，就是你任何时候使出这张牌。我们就帮你把时间暂停，是轮到他们答题，他们要答对2题才可以再把球权转换回来，一来一回就拖他们时间，一来一回就拖了他10几秒啊，那可是呢，三选一，你不能3张都给了，没，怎么小气？那还是这个全部让你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不可能的事，好不好？这样节目早就倒了。好，3张，哎，您最想抽到哪一张？
不是，我在想火力加一有没有帮助、啊？加一很好啊，对啊，火力加一很好、啊。有些年轻人的题目他就来补啦、啊。我就是这样想啊，当然关键十秒，你说加他们十秒，他们答题太快了。对呀、啊，当然是加。检查十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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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人家十秒。剪到十秒、欸，你不能看人家漂亮，你就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十秒。哎、欸，最想抽到。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，应该是关键十秒，关键十秒了哈、嗯。好，那你用自己的感应，你觉得哪一张洗过了？哪一洗过？洗过哪一张是关键十秒？你把它点出来。好，你在点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看一下对面的反应。我你摸出来什么鬼？你这僵尸摸骨了吧？不是，我要看他那个有没有纹路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纹路啊？油墨，油墨。哎、欸，所以您觉得是哪一张？不是这一张，不是这一张，不是这一张。十秒。中间。中间这一张啊，哦，这个嘴巴好的，全变了，恭喜来了，要不要换？不换，请先看左右两张，是不是？左右拿起来看，那是你不要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？哎呦，关主连打，这个不，这个不是你要的嘛？对，这不是你要的。啊！哎，怎么摸起来不对啊？对啊。哎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火力加一，这个也是很棒的啦。那你要徐涛还是令元？你们两个谁？选我，选我。令元哈，令元，那就你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是以昌明哥的声音为主。对，了解。OK， 好，就是令元讲什么我们不管了。好，你们自己沟通，大声讲没关系。你不要说，哎哎，不用不用，哎哎，争取先。好，对我附送，我附送，你要附送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哦。哎，一般是来宾先答，我们先，好，一人一题，好，一人一题，好。老师，请出题。广东话当中的猴腮雷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好厉害，正确。扑克牌当中最大的数字是多少？十三。十，正确。旅游胜地苏梅岛隶属于哪一个国家呢？泰国。正确。金庸小说当中丐帮帮主手持的棍棒叫什么？打狗棒。正确。财政部征收的地价税于每年几月缴纳？五月。下一题。目前日本排名第一的大学是哪一所？早稻田吗？东京大学。东京大学。正确。以空中的梦想家为口号的电台是哪一个？飞碟电台。正确。非洲东南方的最大岛屿国家叫什么名字？摩里西斯。下一题。美国纽约时尚设计学院的英文缩写是什么呢？ FIT。 正确。四大古典名著当中的《西游记》作者是谁？吴承宗。下一题。马耳他共和国位于欧洲的哪一片海洋上？地中海。正确。历史上的英法百年战争最后由谁胜出？法国。正确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申购前应详阅什么呢？公开说明书。正确。人体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是哪一个？关节。肩。正确。在美国有太空城之称的是哪一个城市？休斯顿。正确。哎，时间暂停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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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拼啊，有拼，有机会，有拼啊，有机会哦。哎，其实答的都很好啊，只是刚有一题律师答错，旁边营养师好像要被骂了，要被骂了耶。吴承宗，厉害，像吴承宗。好一生天后，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营养师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一个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，吴承恩，吴承恩啊。那刚刚就律师口误了，对对，不好意思，紧张啊。FIT 那个 FIT 刚好我女儿就念那里哦，因为你讲到缩写，骄傲的声音，我只知道 FIR 语言表达。最近在忙，因为我女儿读服装设计嘛，这种艺术学校全世界排名前一二，不是就是 FIT， 不然就是 Parsons， 就这两所学校，优秀。这种服装的品味用钱买不到，应该是遗传雅兰姐，是遗传的雅兰姐。哎，我还真看不懂怎么打。而且这两间设计学院都是私立的嘛，私立。那如果说没有。FIT 是州立的，州立的，所以他的学费会比私立的稍微便宜一点。哦，但是他们校区也是在纽约啊，在纽约曼哈顿，哇，曼哈顿的中心，随便吃个东西哦，超贵的，他那个随便一颗麦当劳套餐都是500台币起跳，好贵。
对对，哎，真的，你们四大抠男会一起，哇，算好事，好想看你们四大抠男去纽约一日游，哇，千万不要，哎，没有人，哎，没有人去，小钟哥真的只要拍啊，那个做功课，看游民区在哪里，跟他进站，游民区去纽约吧，纽约太贵了，我们就台北新一区就可以拍啊，纽约纽约以前有还在，那我们呢？这个十五题聊完之后，你们要换人吗？哎，对，你还是可以保持两个人。我还是他，还是 OK 吗？我觉得还可以啦，顺风顺水。OK， 他只是会帮对方也一起答而已。哦，对对对对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一直在帮他答呢？那就维持现状嘛，来现状，准备好了，老师请出题。一般所谓的梁上君子指的是什么人？小通，正确。台湾高铁座位当中代表靠窗的是哪两个英文字母 ？A1 正确。通常称自己为铲屎官，代表养了哪一种动物？猫。正确。弹吉他时用来调整升降调的夹子称为什么呢 ？Cable 夹。正确。一般来说，深焙的咖啡味道偏酸还是偏苦呢？苦。正确。日本知名的表参道位于哪一个城市？东京。正确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这出自于哪部经典？论语。正确。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叫什么名字？伊斯坦堡。正确。至圣先师是孔子，那被称为雅圣的是谁？孟子。正确。在西方有交响乐之父称号的音乐家是谁？海顿。正确。电影《食神》当中被称为七大武器之首的是什么呢？泽顿。泽顿。正确。知名牛仔裤品牌 Levi's 来自于哪个国家呢？美国。正确。孔令元、孔刘、孔锵，谁不是孔子的后代？孔锵。正确。Salsa Dance 是起源于哪个国家的舞蹈？古巴。正确。小说《水浒传》当中被称为母夜叉的是谁？会。Pass。下一题。下一题。日本知名的鹿儿岛位于哪个大岛上？鹿儿岛。四周。下一题。下一题。南非著名的好王。2-3秒而已，你差一点赢了。他18-16，就最后两题没答对。两题，这两题致命啊！这两题致命啊！我觉得你们两个啊，可以当我们那火力加一的示范带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来参加的每一个人啊，都说想要选火力加一，因为他们不想一个人上去紧张。是，但其实两个人在跟我讲答案、在讨论的时候，会耗掉我们很多时间。对，可是你们两个搭配的很好。那不用讨论啊，有什么讨论？对啊，有的会想就听答案，就直接把答案讲。你们两个配的很好，很棒，时间切的很不错，而且你的画面就是不错。你不能儿童节吗？很温馨。啊，刚刚有些题目没有答对了。对啊，那个《水浒传》里面什么母夜叉就是孙二娘。啊，孙二娘。她跟她老公，她老公叫张青，他们开了一间客栈，那间客栈其实就是黑店，你进去呢，他就会下药迷昏你，然后就做那个人肉叉烧包，对，人肉包子，他就迷昏，然后把你杀来做人肉包子卖出去。然后他穿着都是很。风骚性感的路线就是要吸引人家，内衣外露，内裤穿在外面，超人就是抄他的，就是抄他的。其实他也会看啊，他是专门针对那些比较坏人，他有点像惩奸除恶这样子，是，他也会看。哦，两题嘛，一题孙二娘嘛，还有一题日本知名鹿儿岛位于哪一个大岛上？在九州，因为它比较南部。对，我就想九州，我突然想不出来。我们每次去石垣岛的时候 ，Okinawa 都会去，他说。鹿儿岛的黑毛猪嘛，对，所以说其实它是跟 Okinawa 比较接近，对，所以它是在南部的九州。嗯，好，很可惜，就这两题，差一点点，这两题没了，这两题拿，这两题你答对的话，他就惨了，你10万元加点拿到了，对，扣他10秒都没办法，可惜，可见那个关键10秒很重要，太重要，我觉得抽到关键10秒，甚至比。其他都来得好，对对，扣他10秒很重要哦。好，还是要很遗憾的宣布 A 组挑战失败。哎呦，来，有请第一组上场。已经上来说，哎，他其实什么卡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上来玩就不错了。我们还要比一个50寸液晶那个显示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 B 组，所以你的挑战时间只有60秒。60秒。
但是你获胜可以得到50寸的4K 液晶显示器，还不错。哎，还是要家哎家里多一台电视不好吗？对对对，电视太多你可以装在厕所啊。对啊，拿来打电动也很爽啊，没有那么大，电视很好。好的，帮你想好怎么用，做好，你就赶快拿到奖品，赶快拿到就对了。好，老师请出题。中元节是每年的农历几月几日？8月15。下一题。新闻上常说的华府指的是美国哪一个区域？华盛顿，正确。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由李国修跟谁主演的？李立群老师，正确。我们常用什么鸡来形容小气吝啬、一毛不拔的人？铁公鸡，正确。有2000多年历史的佛教创始人是谁？释迦摩尼，正确。知名汽车品牌奥迪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呢？大国。一般负责采蜜的工蜂是雄性还是雌性的？雌性，正确。有中国的莫扎特之称的国际钢琴家是谁？正确。日本的富士山是属于活火山还是死火山？活的。正确。港片《武义探长雷洛传》当中饰演雷洛的是谁？刘德华。正确。西方圣贤亚里斯多德，他的老师是谁？柏拉图，正确。劳工正常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几小时？正确。对口相声当中，一位是逗哏，另一位是什么呢？红梗，正确。被誉为日本的国球的是哪一种运动项目？棒球，正确。2024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得主是谁？梁朝伟，正确。到彩券行购买一注金彩539要多少钱？50，正确。相传过奈何桥之前要喝什么汤来忘记前世？孟婆汤，正确。中国四圣兽当中的玄武是一种什么动物？鸟。下一题。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著作《茶经》作者是谁？陆羽，正确。柔道运动当中最高段位的腰带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，正确。清朝的什么变法？时间到。差6秒而已。对，中元节是农历几月几号？七月半啊，鬼门开啊。对啊，他讲8月15，8月15中秋哎。对，那中国四圣兽玄武呢？其实它就是一种龟，乌龟啊。哦，你讲乌龟，玄武嘛，它其实是那个玄天上帝的坐骑。是，对，它就是一脚踩龟，一脚踩蛇。蛇，对，啊，所以玄武是它的坐骑啊。所以有人讲龟蛇，也有人讲龟。哎，真的，就差一点，差两题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差3秒，一个差6秒，你看多过真的，又便宜了制作了。还是折中一下，就让我们各带一个什么家电。我们还是要宣布 B 组挑战失败。这一组真的太可惜了，真的很可惜。本来他家里面就多了一台50寸液晶电视，他可以拿来扎阿嬷的脚。阿嬷有没有反应？对不对？再次谢谢两位观主帮我们走上10万人大奖，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还有观众您的收看。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